打到现在哦，第九天了，有上百万人是逃离了乌克兰。那么根据彭博的最新报道啊，这个报道标题有一点吓人。他说呢，俄罗斯现在计划占领乌克兰的城市之后，下一步可能是施行要公开处决、镇压抗议的活动，并且他们要拘留反对分子哦，借此希望能够打消乌克兰人反击与试图夺回失土的念头。而彭博社也报道了，消息来源是一名欧洲的情报官员，他说呢，这名欧洲的官员说，他看到被截获的一个来自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文件，文件当中就写出了这份来自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文件中写到了，他说呢，俄军在占领乌克兰城市之后，计划要施行公开处决，要借此打击乌克兰人的反击心。好，这是来自彭博的报道。那另外在乌克兰方面呢，总统泽伦斯基也是持续向国人喊话。最新他在电视的演说中，他强调了，他说呢，目前乌克兰已经歼灭了俄军9200人，哇，感觉起来乌克兰军队也是蛮强的，能够歼灭9200人的俄罗斯军人。但是俄罗斯的方面则是说，他们俄军阵亡的士兵只有有497个人。好，目前看来俄军跟这个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字落差有一点大。不过呢，泽伦斯基他也在最新的电视演说中哦，他向俄国的民众喊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乌克兰的民众，我想问你们，我们在1986年共同挺过车诺比核灾之后，怎么可能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而且泽伦斯基除了是公布说他们歼灭了大量的敌人之外，隔空呼吁俄国人现在要一同反对普丁。好，这是我们来自俄国的最新消息，提供给您。